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校长。我犹豫了很久，到底要不要拍这个视频。那我给你们大概讲解一下为什么原因。那看这里，事情是这样子的。那天我回家的路上，在车上，我突然脑袋里嘣冒出来一个想法，我觉得我今天会抽到银行，然后就赶紧给妹妹发了微信，就说我今天会抽到银行，意思就是暗示她跟我一起去那个抽回金，因为抽回金离我们家很近。他告诉我说他四天没洗头了，但你知道校长在家里是非常有权威的，我就告诉他戴帽赶紧出来，然后我们俩骑着自行车，一人骑了个一人骑了个共享单车，然后我们俩就去了第一家泡泡玛的那个机器人店。然后我走到那一看，极其之绝望，那个机器人商店里面基本上都已经空完了，然后留下几个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最后剩下了两个小狐狸，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端了。但是我那天我心里还是心心念念的，我一直觉得我那天会冲银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。然后我们两个就骑车去到另一个那个购物中心，另一个那个泡泡玛特机器人店。这个店倒好，那个机器人里面全都是满满的，但是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款，或者是我不想，全都是我不想抽的款。那我没办法，我来都来了，所以我买了一个阿里。悲伤的事情在于，我把这个视频拍完之后，我把它剪辑好了之后，我盒子都拆成这样了，都拆成，你看，这稀烂，这离都离不稳的样子了。因为我自己删掉素材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发生了一次两次了，很多次了。我觉得我有必要认真剪一个视频，我重新拍一下，然后我用我尴尬的演技重演一下当天我拆盒的情况。以后每次看到这个视频，看到我尴尬的演技，都会提醒我自己不要乱删素材，所有东西请保存好，好吧？下面请欣赏校长尴尬演技 ，Action！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校长摸到的第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拆到的第一个阿里的动物系列。那阿里的动物系列，校长已经有了一个兔子，还有一个黑豹，他们黑白双煞啊。所以说我非常想要的是，我想要企鹅。当时我拿到这个盒子，我可能摇了不下上百遍，然后我就觉得有两个特殊的东西，我觉得一定是企鹅。我们来看一下。绿色的，绿茫茫的青蛙，可爱呀，青蛙，可爱。这个地方刮痕没有切，有小瑕疵，不过还好。我想办法给它修复一下吧。对，因为这块小狐狸，其实我之前并没有想过录它，是因为只剩最后两个它了，我决定把它端掉。然后当时看，我觉得这只黑柴很可爱，应该是柴犬吧，黑柴非常可爱，跟这只褐色的，棕色、黄色，这只柴犬很可爱，所以我就想要它们俩。然后当时摇两个盒子还是明显不一样的，一个非常顶盒，然后一个没有那么顶盒。我当时的手感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，或者是隐藏。看我今天到底会不会按照我想的抽到隐藏吗？来吧。有个耳朵，那都有耳朵，来看看吧。哇，这个可爱耶！其实正面感觉还好，但背面背的这颗铃铛简直太可爱了吧！背了一颗铃铛，看看它名字，艾肯。虽然年纪尚小，已经得到雷神资格的认证，那它就是下一代雷神了。这头顶上脑门上有那个雷电的标记，怪不得。好，下一个。画家小狐狸，自以为画画很漂亮，但拿出来的作品都不受大家欣赏，有点自恋的他很喜欢自己的虚子，对，就这两片虚子，很喜欢自己的虚子，没事，还行，虽然不是隐藏，还蛮可爱的。好了，那下面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。对比来说，我更喜欢海洋系列，所以我们先猜森林系列。森林系列，算了，我也不要喝了，要喝咬不出感觉了。森林系列我当然最喜欢的就是爱心小鹿，这个大家都很喜欢，然后花花蝴蝶也不错。其他这款我觉得这系列没有哪款我觉得都可以，来看一看吧。这个鹿角，哇，我运气这么好的吗？我的天哪，我也太好听了吧。哇，
这只厨师小熊。哦，腮红好可爱哦。我看他围裙上写的什么 Dinner time， 晚餐时间。可以的呀，很细节嘛。好了，现在来看我最喜欢的海洋系列了。海洋系列有三个款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这三个雷射款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雷射的东西这么情有独钟哈。当然美人鱼我就不奢望了，大家都那么喜欢美人鱼，我肯定小海豚我希望两个中间有一个。来吧，开。嗯，我为什么一下把卡拿出来了？ Action， 走。捏一捏，这捏不出来手感啊，但是肯定不是贝壳了。就是校长吗？啊，我的妈呀，我感觉我今天有点欧洲的呀，我今天挺欧的呀。我很喜欢这个系列的两款，全部都有。运气是真的不错。我觉得有他们俩我简直值了。我值回票价，这波血赚，我有血赚。我的妈！然后，现在美人鱼都有了，我只求剩下的三个里面有两只小海豚中间的一只，我就圆满了。我这次来看一看，这个手感，这个形状，肯定是贝壳。哇，真的耶！哇，看这比基尼，太好看了吧！其实这个贝壳它其实也带一点珠光的，也带一点那种珠光镭射的感觉。哇，真的好喜欢。这波血赚！哎呦，哇，还有两个，我只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海豚。这手感，前面有个须子，后面有个尾巴，我看一下，灯笼鱼，应该是。哇，也行！天哪，我的妈！最后一个海豚，我只要。也无所谓海不海豚了，因为其他款除了这个章鱼我都喜欢，只要不重复我都很喜欢。来看一看，不会吧，马萨嘎，没事，我们有美人鱼，让他跟美人鱼放在一起。虽然重复了，但是我有贝壳，我有美人鱼，我有小鹿，我有厨师，他们都是我喜欢的，可以。今天这波真的不亏，我已经完了。我现在此时的心情很复杂，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我会怎么剪辑，但是算了，平复一下心情。